接下来带您去吃好吃的，现捞的海鲜是不少饕客的最爱。而现在要带您吃的这家在屏东的后壁湖，这间海产店呢有自家渔船新鲜直送，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。不管是深海鱼还是海鲜贝类，都让不少游客一试成主顾。走一趟屏东，带您探一探美味。等到爆香完成，就能加进新鲜龙贝，这道芹菜龙贝就能上桌。弹牙口感配上清爽芹菜，超对味。它是一种深海贝类，炒芹菜的话，客人都非常的喜欢，接受度很高。接下来这道香煎鲜海鱼超受欢迎，因为店家有自家渔船，今天出海捕捞的深海鱼东西很牢啊，外皮炸的金黄酥脆，送到嘴里外酥内软的多汁口感，征服不少游客的胃。这边的海产很新鲜，然后每一条鱼又肥美又大条，很赞，吃起来新鲜啊，对，然后口感很好，鱼子也很鲜嫩，还有一道炸的酥脆脆的花枝丸，满满的花枝浆炸得金黄可口，一口咬下弹牙口感可是荣登必点首选。外面都是鱼浆，这就知道了，口感很脆很 Q，然后还会弹。可别以为这都只是家常菜，店家天天出海，坚持选用最新鲜的食材，不止好吃，连价格都很实惠。有机会走一趟垦丁，不妨来尝尝很老啊的新鲜美味。